在《狸猫王》精选属于台湾人共同记忆的台湾流行歌曲，混搭法语经典相送，炒热在法国的文化奥运台湾馆气氛。不少外国游客不是跟着乐曲热舞起来，也有人坐在舞台前跟着音乐摇摆。想要带一些可能像蔡依林啊，或者是张惠妹这些东西，然后还有台湾最道地的 indie rock 的元素。我想要带这些我从小到大二十几年前听的歌，然后到现在就是。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我人生中最重要的 set， 很感动今天可以带来这样的 set， 然后可以让法国观众听得懂，也让台湾的观众听得懂。巴黎奥运及文化奥运即将进入尾声，台湾馆吸引超过50,000人次入场。法国世界报英文网也特别撰文介绍，用台湾庙城的意象打造的台湾馆，每天都有代表台湾的精彩演出登场。来自花莲的泰身体剧场，舞者们用肢体语言跨越语言隔阂。这一次的演出，我很难说我们代表什么，我们只能是就我们作品本身去跟大家讲，我们经历了些什么。就很难想说，我要用别的语言很完整的跟大家介绍这首歌，然后我再演唱，就有点担心会让大家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状态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既然前面的故事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介绍，那我就要更 focus 在演出。而曾经拿过金曲最佳客语专辑的邱淑婵，虽然也担心语言隔阂无法传达她的创作故事，但也同样用音乐传递最真实的感动给现场法国观众。文化部更预告，最后三天压轴变装皇后妮菲亚也将登场，要用最多元独特的台湾文化在文化奥运场上跟世界交朋友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